危机婚姻破裂，基尼包分开好耐啦。由于双方在生活理念上产生严重的分歧，故此经慎重考虑后，双方决定正式分手。唉，佢两个结婚四年，分别扰攘咗一年，呢次系真噶。寻日双方经理人公司发声明话分手，但咪即系离婚。身在巴黎嘅基尼 SMS 我哋，话其实佢哋已经分开咗好耐噶啦，仲话一直对所有人讲大话，好难受，为此向公众道歉同祝福 Leon。又在 Instagram upload 了两张相，看个样似乎没有因为黎基变不开心。至于听讲在北京疗伤的黎明就没有表态，但就忽然有传他早排在北京拍新戏后成日有女埋身，先激怒基尼狠心斩缆。吓，但我听讲导火线是因为基尼的新西兰小三介入，加上呢人太紧张我老婆，双方年龄又足足差成13年咁多，跳呢腾先越嚟越深啊！近年佢两个都冇直接沟通噶啦，要靠第三者联络。呢人为咗高煲有尽力过噶，可惜都系失败咗。多么想用礼物留住你，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束绑你，为何系要我心死？